什么都没有。Anson TV。大家好，我是 Anson。是默默。还有我们的妞妞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台北101这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。叮子母之母嘉年华，出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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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里面有介绍它园区的内容，它有点园游会的感觉，然后你就可以撕点券进去玩，继续体验。最喜欢的维尼，破音了。破音彼得曼、苏苏三妈呢？还有 Cody 刚才已经帮我们实测过了。对，我们刚才全部都已经试完一次了。听说最大奖是香港迪士尼住宿来回机票，没有机票，没有机票，哦，没有机票，乐园的门票还有住宿券。我们现在挑战的是玩转蛋出台。这个上面每颗球都有自己的那个图案，然后你要打到对应的那个洞里面。我们再去挑战别的 ，Go。我们总共有10张体验券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用掉一张体验券，上面有换算，可以是换算成台币，也可以换算成体验的张数。彼得爸 VS 默默开始，让你四颗。哦，这么激动干嘛？这一个记得自己走，那你先丢啊！啊，可惜哦！如果我进来就平手嘛，对啊。今天有什么好处？哦，平手，好，没事。结束，开心什么？你们到底没有抱枕，没有抱枕，什么都没有。大布章加一个帆布袋是4张体验券，我们决定呢选维尼做成帆布包送给大家。你们要用最后的
了三张，挑两个小布章抽奖送给你们哦。如果看到这个牌子呢，记得下载 FG 的 APP， 只要你有护照，你就可以到该摊位，然后并且呢多换一张体验券。这个玩法就是要把这个呢弹射到上面的那个奶油。失败了。OK， 大家觉得今天的字幕字幕派对嘉年华如何呢？今天我们有准备几个礼物要来抽奖，那就是一个是帆布包跟大图章，另外呢米奇跟米妮各一个小图章要抽奖送给大家。那参加活动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到 SNTP 的粉丝团按赞，同时间呢找到这篇文章，在下面留言字幕字幕好可爱，并且呢分享现在你在看的这一个影片，就有机会呢抽到这一次的抽奖奖品哦。那更详细的抽奖资讯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，记得大家要去按赞哦。如果你也喜欢迪士尼跟字幕字幕的话，记得赶快把这一支影片按赞分享出去哦。那字幕字幕这一次的派对嘉年华的时间是1月25到3月4号，那地点呢就在台北101的水舞广场，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台北，记得一定要来体验看看哦。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记得去订阅彼得爸与说三妈的频道，还有妞妞 TV， 还有亚伦胡子。